下的几颗泪滴，那一刻能回忆，不弃不离，还是爱你。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在一起，一定要记得相信，相信真实的自己。去吃个麻辣虾吧。啊？哎，你怎么又陪你老公去看电影？上个星期不是刚去吗？还要去？哎呦，够浪漫的。行行行行行，好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嗯，过来。喂，小思，啊，是我。哎，怎么啊？干嘛？哦，好好，开会呢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行行行行行，你散了会给我打电话，好好。嘘，你不忙的时候我还挺忙的呢，就不搭理你。人家上学前班了。哦，咋了？啊，干嘛呀？你干嘛？看老妈妈。哎呀，我忙着呢。老妈妈不想老妈妈呀，忙着呢，没空。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这不绑架吗？我有话跟你说呢。忙着呢。还在生我气呢？不敢。对不起啊，上次你回来，我和你爸爸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拌嘴，跟你说话有点急。但是老妈还是那句话，老大不小的了，别挑挑拣拣的，咱们务实，好吗？这是孟阿姨、程叔叔的孩子，是个海归。他们这个家庭，我们是知根知底的。去看看吧。妈，我求您了，千万别再让我去见谁了，再见我就吐了。在说什么呢？你好像见了多少人似的。没有，没见。妈看着你一人在外头打拼，没有人知冷知热。你看现在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回来了。回头孤零零一个人又走了，你妈这颗心呐，这颗心都快碎了。妈，妈，我的亲妈，我可爱的妈，你别难受，你别难受。对，我去见，你安排时间行吗？好孩子，答应妈去看看。能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啊？啊，戏也太假了啊！什么叫假不假的呀？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把明面收，哦，不对，
我要现在一给你，出去肯定给我扔了。我得先把它输到电脑里去，回头我再给你。哎呦，真是老奸巨猾呀！我们就撒手了啊！往前对，重心，掌握重心，掌握重心，好，我们撒手了，会吗？会吗？天才呀！哎，天才呀！加油，宝贝儿，加油！太有意思，你那小屁股扭的。哎呀，要我说啊，真得练练协调性，这也行，学街舞也行。哎，你们老周吧哈，你看他教摄影，那我就教街舞，咱两家一家一个。你说呢？发现你这人真会说话，变着法的你夸你自己。没事儿，说你让钢镚儿学街舞那也行，只要孩子愿意就让他学吧。不过我倒是有个条件，不能占孩子太多的时间。没见过非洲人呢。L'Afrique Mambo。你会瓦斯西里语？我去过，是会说一点点。你这打扮分明是西非的打扮。对对对，我去过西非六国，在街内的市场买过香料，在尼日尔河上独自泛舟。我在马里踏过撒哈拉沙漠，在加纳海岸角看过最美的日出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也去过，我也看过。灰西装，你是？周小荣。陈子叶，幸会。幸会。我们坐下来聊。我也很不适应，真的，所以不是才有了今天咱们的盟约吗？我有个冒昧的问题啊，就是你在国内就习惯穿成这样走来走去，还是是为了今天特别赴约打扮的？也可以理解成是专门为你打扮的。好，那这样我感觉很荣幸。你说很荣幸，我真的很欣慰。我这身打扮
你知道了，其实这种盲约真的很浪费时间的。我也觉得是，我觉得两个人应该在最短的时间里头了解到最真实的两个人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他们有的人啊，说跟我说话的时候特害怕，你害怕吗？好，我倒是有个问题，我在想，人类为什么不能进化成雌雄同体？这样就可以省去我们像这样盲约的时间了，可以创造更先进的。我也在想，如果人类在进化繁衍的过程当中以裂变的形式出现，那么在需要的时候，啊砰啊啪啊砰，瞬间一个新的个体产生，不是吗？啊，是。而且我希望裂变之后啊，我能够有机会看到真实的你，我相信一定很美的。卫生间啊，好。不，我去。请便。96979899100，别停下来。你来我不行，我跟你说了吗，我肩周炎犯了，真的，我连说头都困难。这能治肩周炎？不，刚刚前50下钢妹帮他数的。钢妹你再帮他数101。孩子呢？对，钢妹那小孩那里头没在。钢妹，我们一小小孩吧，没有啊？哦，没有是吧？是跟着人家孩子跑了？要不上厕所？你上厕所那儿找找。好。怎么？厕所有人吗？厕所没人呢。天哪！哎呦，这孩子，你说他……你别往那儿找，我这兜了三圈了，他肯定不在那儿。那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找吧，我看你是急糊涂了吗？我们跟婷婷说什么呢？告诉她孩子交给我们给弄丢了，她以后还可能让孩子给我们带吗？你好啊。你好啊，姐姐。你是罗华小帅哥是吧？对，就是我。你跟谁来的呀？我跟奶奶姥姥来的。你大人呢？在那。
师傅，你有没有见过一小男孩眼睛大大的？没见过。是吗？周正明，周钢镚儿，到哪儿去了？到哪儿去？钢镚儿，钢镚儿。这样就可以省去我们像这样的防御的时间了，可以创造更先进的文明。而且我希望裂变之后啊，我能够有机会看到真实的你，我相信一定很美的。楼上啊，楼上吗？树叶在楼上。走走走走，电梯。哎呀，钢镚儿啊，你是男子汉，男子汉打针就不能哭，更不能掉眼泪，是不是？哎，真好孩子。钢镚儿，再吃个香蕉吧。啊，孩子不吃你就别死你别咧的。他这发烧不爱吃，我就给他吃点怕啥？他不吃。钢镚儿，哟，来了。钢镚儿，哎呀。怎么了，孩子？你把奶奶给吓死了！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怎么了他？哎，烫了，额头烫了。我这儿正修车呢。啊！幼儿园老师啊，来了个电话，说他们钢镚儿打喷嚏、流起鼻涕，到医院来一检查，着凉感冒。着凉感冒啊？就得输液。哎呦，你看你，我跟你讲啊，大夫说了，开了三天的消炎药呢。凭什么孩子一着凉一发烧就得输液？我最反对这种做法了。书上怎么说的呀？书上说，书上说，你又来书上说了。孩子都咳嗽了，老是书上说。
怎么着？准备将相亲进行到底啊？没有啊。其实我觉得吧，相亲是件特没劲的事儿。我去呢，也就是为了对付对付我妈。我现在算明白了，为什么相亲栏目收视率那么高了？为什么呀？没谱呗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说我相了这么多亲，哪个在谱上？好像有一个吧。哪个？哎，就是你否定的理由匪夷所思，那个留长指甲的，人家留个长指甲吧，你也说人家毛病。哎，行了，别再跟我提那个长指甲了，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吐。姐姐姐姐，我跟你讲啊，人无完人，人家也许心里在假发呢。拿我打岔是不是？拿我打岔啊！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你我戴假发那是为了随时随地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你那个是什么？不行，去看看小林什么。你才有病呢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好像真的有点问题是吧？不像。就是啊，我就说嘛，咱们打个车回去算了，干嘛跑这儿来呢？哎呀，到哪儿都一样，明天还要输液呢。再说了，医院离姥姥家近吧？就是，我们家人少，你们家人多。再说了，我们还有小院子，能让他跑跑呢。你放心，病好了，保证把他送回去啊。你不是会开车吗？你开车送医院不也方便吗？哎呀，到都到了嘛。哎，今天开门。就是，到都到了。哎，别说了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爷爷累的啊，恭祝爷爷。老王回来了。哎，谢谢，好好好。对。来了，金正王。来了，哎，小心，开好。人就是这样。哎呀，登录。啊，小心。哎呀，快来，坐。哎呀，没力气是吧？没力气啊。哎呀，妈，要不要脱衣服啊？把帽子脱了的。大家都在啊，我说话可能不中听。这孩子一定要加强锻炼。好好的一个孩子让你们给养坏了，动不动就生病，还动不动就打针吃药。我们两个是没有矛盾的，我懂是药三分毒，谁在滥用抗生素了？马大林他不听嘛。高妹奶奶说的对，不能滥用抗生素，可是也不能把孩子包得跟粽子似的。民间有句话说啊，要想宝宝安，常带三分饥不饭，这个道理你们不是不懂。书本上说的也不能拿过来就用。毛主席说过，理论还要结合实际呢。你也别臭美，整天大鱼大肉的给你孙子招我，不是好事。鱼生火，肉生痰，青菜豆腐保平安。打今儿起。全素，你得了吧你！孩子胃口不好，不跟点肉吃，他还能吃饭呀？你现在给他吃肉，他消化得了吗？病好了再给肉吃。老王，你们家不是监狱吧？你不是让我来听训的吧？监狱里想要听训，把孩子留着呢。乖啊，下次来看啊。来，那苏梅，走了。哎。过来，上我老爷这儿来。等我看看烧不烧。我说这王满堂啊，太武断。怎么说孩子是被我养坏的？咱们先不评论，看效果好不好。王满堂的话虽然极端了点儿，但只要对孙子好，
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试。但是我每一部都是按部就班的，看的就是全世界最畅销的育儿书。他说把孩子送去硬心锻炼，他才错了呢。苏梅，苏梅，苏梅在哪儿啊？哦，在这儿呢。我眼里的苏梅啊，已经没有自我了，她全身心扑在孙子身上。那好啊，我委任你为幼儿园园长苏园长。讽刺我是不是？那敢的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啊，老有所乐啊，退休以后的生活丰富着呢，要不以后怎么办呢？啊，孙子大了，独立了，离开家了，那这个家里就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了。茫茫然四顾一片空啊，那心呢、啊、就没着没落了，多可怜啊。你放心吧，我画画啊，当一个流浪艺人也是我的最高追求。我的天哪，还流浪艺人呢。爸妈，我的大小姐啊，今天怎么有空、哦、来看看你老爸老妈？今天不是有空，是因为饿了困了。老帅哥，有吃的吗？有啊，让你妈给你做。太好了，我给她做，你讨好她。怎么样，老大，最近工作还好吧？哎呀，你们的女儿工作不到 number one 绝不罢手啊。我说呢，咱们周家老大学习工作什么时候让老爸操心过？问你件事儿，跟陈叔叔那个儿子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呗。怎么就不怎么样？合适还是不合适吧？不合适呗。不合适。行，不合适，跟我说说不合适的细节吧。哎呀爸，你看看我妈，人家回来就是秀一秀，我妈问着问呐。兄弟，一会儿再说。怎么叫我问着问那的？怎么叫我问着问那？我问的都是对你有用的东西。再怎么样，我告诉你啊，陈叔叔孟阿姨跟我们多年的朋友，人家把儿子介绍给了你，你说他不合适，说不合适在哪里？人家打电话来，我可以回个话给人家。你就告诉他我有病，有病看病去啊。哎，老周，你女儿谁都不爱，这就是病。那好，我消失。上哪我还很多话问你呢。回屋。对了，给你的，我爸的，比您的贵。哟，哎，小叶，帮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玩手机了，帮我看看这两款车哪个好啊？这一个是叉六，一个是 Q 七。我喜欢大千，发财。发财了吧？买彩票中大奖啊？还不能有个梦。游戏评估很快就下来了，我认为无极现在下网的时间刚刚好。秒杀抢购进口化妆品，吴昕，你给我看一下啊！什么化妆品？我说了你也不懂。这个便宜啊？特便宜啊！好用吗？特好用。要是好用的话，麻烦你帮我给我丈母娘还有我老婆买两套。吴昕啊，你真是十全大孝子啊！嗯，老头子，嗯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升梯啊。这干什么用啊？见过旁边那院战士训练吗？啊，用的都是这东西啊。哎，那你在这儿干嘛呀？这是爬呀。爬啊？谁呀？咱们孙子。孙子啊？多危险呐！训练孩子的事啊，你别管，我说了算。得了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敢让孙子爬这个，我跟你没完。你要是拦着，我就带着咱们孙子回农村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敢让我孙子从眼前消失，我跟你没完。行，那你就24小时都别睡觉，瞪着两眼珠子看着我们。我就看着你，来，喝口水。
想问一下，陈子烨的心理诊所是在这里吗？谢谢啊。谢是那个哦，周小荣，对对对，哎呀，陈子烨，怎么那么巧呢？不，我来找我一个朋友，他也在这儿办公。哦，嗯，这里是我的诊所，所以你朋友是在。哦，那可能我走错了。哦，我哎，啊，相约不如偶遇，不如就坐下来聊聊吧。嗯，不用了吧。别客气。你好，哎，还是算了吧，万一我朋友等久了不太好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那就不留你了。再见，再见。提咱们今天要爬上梯，我得先跟你清理妆来。你看看船这么厚，这你都不冷。冷什么冷？不冷。啊！哎，这干什么呢？怎么脱衣服这么冷的天？我冷。你看看，孩子都哆嗦了。你他冷就对了，人一冷啊，寒毛孔就收缩，寒毛孔一收缩呢，这人呢、啊、他就有抵抗力了。一运动，汗毛孔一打开，它就出汗，人根本着不了凉。来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听老爷的。呀，你看看这绳子呀，这么粗，给他弄手套。我给你拿手套。行了，你别瞎掺和了，去给你孙子做饭去。你少给。睡着了，嗯，哎，咱妈还给你留了饭呢，要不要吃一点、啊、我吃过工作餐了。儿子呢？又去姥爷家了。啊，我觉得他去咱爸那待段时间也挺好的，锻炼锻炼，省得他老闹毛病。嗯，儿子最喜欢去姥爷家，跟姥爷玩啊。嗯。哟，这都12点了，你才回来？这加班加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老板太能折腾人了。跟老板没关系，我自愿加班的。我最恨加班了，加班有没有加班费。我加班有劲儿啊，我一直在跟你转，就你想要那种带阁楼的房子啊，晚上咱们俩能够这个数数星星看看月亮，多美啊。
还有你想要那个，酒红色的跑车，油门一踩啊！老公，算什么？你说这个一直都没实现过，但是每次我听的时候特别的温暖。哎，老公，我一直在想啊，什么时候咱们呢带着钢镚出去旅游一圈，去看一看那些名山大川，到时候咱们也长长见识。好啊，没问题，你计划一下，我来具体实施。好，对，老公，要不然咱们出国旅游吧？行，咱们是得出去看看了，是吧？挺好的。你干嘛？脸上都不成膜啊？嗯，什么呀？感觉像在网上当了一张哭丧脸，直接打印出来以后，啪，贴给他。最近物价挺贵的，省点力气啊，省得吃得多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有一回？我假装扮成了那个非洲人，然后吓跑了一个人。哦，记得记得，不就是你妈给你介绍那个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罗成贤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切，你这花贩子傻子全都知道。傻子全都知道，不跟你说。不跟我说，哎，再次偶遇感觉怎么样？闭嘴。这次肯定有情况，你看你脸红的，谁脸红了？看准个就上呗，你这一扭捏呀，真不像你性格了。如果觉得靠谱啊，给他约出来，像你以前一样，直接问，直接追，一定能行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我就得追他呢？谁让您是直脾气呢？别爬了啊、哦！要是不爬了的话，我给你炖肉。说什么呢？老妹儿，吃饭。哎呀，难吃。对身体好，一定要吃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孩子现在活动量这么大，你是清汤寡水的哪成啊？你别管，哥们儿，明天老爷带着你出去拉练，看看你能走多远。你现在要是不吃，明天可就没饭吃。好了，我要吃肉。嗯。喂，啊，小荣啊，有事儿吗？我没睡呢，也没什么事儿。那个什么，那个，哦，对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您跟我爸最近还挺好的？啊，都挺好的。啊，身体挺好的？挺好的。
那钢镚呢？钢镚去他姥姥家了。你怎么了？听你说话有气无力的。没有啊，我挺好的，真的。行了，你这样吧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可说的啊。你跟我爸赶紧早点休息吧，我挂了啊。不需要代价。